我哋 GC Global 环宇上盘成立五周年啦，双十一现金回赠楼价3%，高达38,000元。仲有 GC 3年无偿售后，领前免费收楼业楼服务。买楼揾 GC， 悭啲又啱 ke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新的一集湾区安心置业班节目，我是主持 Tony。 我是阿 Jack。 喂阿 Jack、今个礼拜我们在旺角旗舰中心正式启用有一个展销会嘛。是的，今个礼拜六日、我们呢就会上，即观众们如果有时间的欢迎来到我们展销会、我们的地址呢是的，就在旺角弥敦道655号啊，胡舍新行的21楼07室。咁其实你坐地铁坐到去旺角站啊，依一出口系啦，经常你出嚟转左手边，左手边就见到噶啦，即系见到屈臣氏隔篱已经系噶啦，系啦，冇错啦，非常之方便嘅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如果有时间啊，想了解一啲楼盘啊资料啊，都可以上嚟揾我哋嘅。系咁嗱，咁我哋今日介绍俾大家嘅楼盘咧，系文昌长沙湾花园。是，我們帶了給大家就4套單位的，是，其中2套單位呢移動呢它的價錢呢就差很多的，如果是前一點要去到61萬，如果是後一點其實都不是後很多的，那個價錢差了差不多成20萬的，只是需要42.8萬、我想問是否同一個職，同一隻職，同一個樓層，同一個座向，是啦，同一個座向，為什麼差了厚一點而已，是啦，即是景觀上不會說太大差別、其實我看有個差別不會太大的，那不知道、觀眾看完會不會覺得是差很遠、應該看完之後覺得究竟值不值得給多成20萬、是的，我們要去片看一看，要去片，不如看一看個移動1815先，好，咁呢個單位就係移動，係幾時收樓啊？呢套呢個係出年嘅5月，出年即係大概轉現樓啦，仲有半年嘅時間，仲有少少裝修個搞好啦，搞好係啦，其實都好少問題啫，個洗手間未完全整得好，係咁地磚啦，已經鋪好曬，水電已經通曬嘅啦，都係啊，咁呢個係東南向嘅。咁望可以望到咧，十里人灘六期啊，係啊，見到啲別墅啦，啊，見到啲別墅，sorry， 個景觀都係永久噶啦，啊，仲可以望到個跨海大橋啦，係比較遠啲啦，係啦係啦，個景觀都非常之開揚嘅，係呢一套係61萬嗰套，係啦，61.8萬，好，係啦係啦。可唔可以做5年分期呢？都可以嘅，可以嘅。好，咁嗱，咁跟住落嚟咧，就睇埋個移動112.42.8萬，爭咗18萬幾啦，18萬幾啦，你要19萬啦，嚇嚇。我哋一於睇埋，一於睇睇先好嘛？112，都係移動，係啦，同一隻積一樣大細，坐向都係東南向，冇錯。依間就裝修就好多都未搞啦，係啦係啦，一樣望出去都係海噶咯喎，係啊係啊，我就睇一睇究竟點解會爭咗18萬幾啊？一樣望到六期啦，望到六期係啦，其實都係無遮擋嘅。其實冇乜分別啫喎，係冇乜分別，真係冇乜分別。可能你現場睇咧係有少少分別啦，但係咧即係實際上分別咧就唔會好大。咁112咧係向後少少嘅，係115咧係前少少嘅，即係內地係講端頭位，係啦。其實我覺得都真係景觀嚟講嚇，真係冇乜分別嘅。冇乜分別。如果你話對移動有興趣，係啊，或者本身都睇開嘅啦，都諗住。ready 啦，準備買啦。咁其實我都反而推薦翻你，即係移動嘅1812。即係之前有啲觀眾咧，就話山洞啲景觀唔係好中意，即係想要移動嘅。係啦，嚇嚇。咁其實今日係攞咗2套移動出嚟。係啦，冇錯。其實最主要咧係俾大家分，即係睇下比較下，係啦，究竟點解一啲單位要601萬，點解一啲係40幾萬買到啊？個景觀上個分別究竟係幾大啦？我自己睇完，我覺得咧。
差別其實唔算話，係啊係啊，但係可以接受啦、啊。直情係、啊、直情係一定係會揀一百二啊，十個觀眾入邊，我諗有九個都會揀呢個啊，係啦、啊。咁啊嗱，接下來就係三棟啦，三棟就已經係現樓啦、啊，而且咧間酒店泊館嘅公司已經營運中啦，係啦、啊。咁啊陣間都會有片俾大家睇睇嘅。但係今日咧，我哋攞咗兩套。三棟出嚟，一套係低層四樓零五室、啊、西南啊，向南位係啦，總價咧就係、是、成交價啦，就係38,800蚊嘅。第二套就係三棟嘅22樓一九室、嗯啊、都係東南向呢套係係啦。咁佢嘅成交價啦就係398,000蚊，對比嚟講咧爭咗10,000蚊。咁啊，一於睇睇嗰10,000蚊嘅分別係咁，其實個分期咧都係講緊3,000幾蚊嘅啫。係啦，分五年俾錢嘅。分五年俾錢，咁我哋去一去片先。係啦，睇咗405先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好啊。啊，405係西南向嘅，係望住呢個維港灣小地塊嘅。係。咁依係現樓嚟嘅咩？係啦，全部都做好曬嘅。做好曬啦，係啦。即係即晚即住啦嚇，咁、啊、如果有啲觀眾想買嚟收租嘅，揾、嗯、托管公司揾托管酒店嘅，咁已經托管酒店咧都已經開咗業㗎啦，咁已經係有即係已經有收益㗎啦，可以係嘛？呢一套就睇埋去銀灘嗰邊小地塊啦，小地塊啦，有多啲綠色植物望下啦，呢、這個就。即係望埋內園啦，控制喺度啦。咁前面就基本上都係永久 view 嚟㗎啦。係啦，即係美中不足咧，可能西南向，即係太陽有少少西斜啦。係，但係佢呢個設計咧，西面個太陽咧落山嗰陣時咧，都唔會正，即係正咁樣照到正面對埋你度啦。咁我哋睇埋22樓嗰套一九室，呢個係東南向。東南向呢個好多嚇，貴10,000蚊啦嚇。咁如果係分期咧？都是五年爭，我諗爭幾百蚊嘅啫。即係俾一半嘅首期啦，係啦，俾一半首期咧，唔好誤會係公寓嚟嘅嚇，佢係住宅嚟嘅。住宅嚟嘅，純住宅即名係70年產。即係如果你話選擇想分五年俾錢，即係餘款嘅話，你就要選擇俾五成嘅首期啦。冇錯冇錯，3,000零蚊咯。係啦，呢、這個就望出去開陽啲嘅，開陽啲，即係景觀開陽啲嘅。但係如果我自己睇翻，其實頭先405嗰套咧。多了啲綠色植物望下，係啦，即係你唔需要烏低個頭落去望綠色植物，你個頭可以話即係水平線望嘅，就眼睛可能會比較舒服啲。啊，呢個就係如果你話想望下啲綠色植物咧，可能要向下望啦。啊，呢個望海啦，同埋望隔離二棟，即係望到二棟啦，係啊。兩套單位都有個好相似嘅地方，就係話咧。405就俾銀灘小地塊嘅一棟遮住啦，係啦，咁呢套就俾二棟遮住咗嘅 ，OK。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二棟係出年5月先收樓嘅，準現樓。三棟咧就係現樓嚟㗎啦，即係即買，基本上就可以補咗半錢，可以申請收樓㗎啦。即刻可以收樓，同埋可以揾酒店託管啦。呢個就睇你自己閣下有冇咁嘅需要啦。冇錯冇錯。咁當然啦，因為年尾啦，發展商都非常之慷慨啦。依家成交嘅客户啦，都會送。得到啊！發展商贈送嘅豪華家電7件套啊，嗱冷氣啦、洗衣機啦、電視啦、雪櫃啦、電磁爐啦、風筒啦、熱水壺啦，呢啲都係比較嗰啲實用性比較性高嘅，係啦，即係唔係話送啲咩吸塵機啊即係唔等使嘅啲電器啦，冇錯啦，係啦，即係必需品嚟嘅，電視、冷氣、雪櫃必需品，洗衣機都必需品嚟。基本上到時可能話。如果慳啲嘅，可能話淨係買張牀、買個衣櫃、買個 sofa， 基本上已經搞掂啦，係咪先？搞掂㗎啦，可以入住㗎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有啲要求嘅，可能要執一執間屋，小裝修啦，可以改一改棟裡面嘅佈局啦。係啦，或者你話啲家私啊嗰啲要自己特別定制嘅，都可以揾翻我哋聯絡翻我哋嘅。嗱，頭先就講到啦，雲昌長沙灣嘅。酒店託管公司已經開始營運啦，咁其實我哋可以同觀眾睇一睇，究竟依家佢嗰個大堂係點樣嘅，同埋佢叫咩名啊？帕頓國際公寓。國際公寓係啦，嗱佢而家都係而家係世界盃期間啦，咁佢門口就有啲參加世界盃球隊嘅旗幟。係啦，其實都係都會同觀眾再講多次啦。雲昌長沙灣是住宅嚟嘅，住宅嚟嘅，七十年，係啦。咁仲係比較冷清少少啦，依家都係。因為內地而家都係疫情期間啦，依排就好誇張。係啦，好誇張。
都見到啲裝修嘅公司已經開咗附近啦，係啦。這個酒店嘅大堂比較似嗰啲係 cafe 嗰啲。係啊係啊，因為佢係行嗰種小清新嗰只路線嘅，即係有別於傳統嗰啲酒店。即係佢你住客啊，你即係因為佢係送 buffet 俾你嘅，送埋個早餐俾你嘅。係。咁可以喺酒店咁樣落嚟咧，就可以朝頭早食下早餐啊，飲杯嘢啊，即係呢一隻咧係新派少少嘅。係。系，咁呢個就應該係酒店嘅。check in 啦，嚇 check in 啦，嚇。係 OK 嘅。嚇，包羅萬有嘅都，係咪先？就呢度可以飲嘢啦，嚇。係。借充電寶啦，咁呢度可以咖啡啦，有啲輕即係輕餐飲嗰類風格嘅嘢食咯，嚇，可以傾下偈啊。呢度玻璃門入去就應該係停車場位置。係啦，冇錯。係啦。嚇嚇嚇。即係其實搭 lift 都係呢個位入邊搭 lift 噶啦，基本上。即係呢一種風格咧，比較適合於即係年輕人，即係出嚟旅遊啊，即係會揀呢一類嘅。係啦，冇錯。酒店。係啦，即係放鬆一兩日。係啦，係啦，即係佢個 design 都比較現代嘅。係。即係有別於傳統嗰啲。冇錯，冇錯。帕頓公寓，帕頓公寓咧，佢喺內地咧都有好多項目係即係營運緊嘅。係，咁當然啦，呢個其實係你其中一個選擇嚟嘅啫。係啦，你當然可以話自己買咗翻嚟之後，我純粹係自用嘅，我唔會話唔會考慮咩酒店託管呢啲都冇問題嘅。係啦，係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去翻價單先。係啦，咁啊重複一次啦，咁啊依四套價單，咁啊二棟嘅話咧，第一套1815咧係 total 成交價610,000嘅需要啊，咁啊雜費未計嘅610,000 ，OK。咁第二套二棟1812成交價係428,000 ，total 爭咗180,000幾啦。係啦，咁如果你話真係有興趣咧，我自己建議下，就唔好諗1815啦，因為我覺得唔值得。唔值。是的真係你其實坦白講，1815呢個價錢咧，可以喺隔離十里銀灘咧買個三房單位。三房單位都得。係啊，三房單位係啊，我覺得冇必要嚇。因為我哋芝絲環宇咧都會介即係主力介紹啲比較筍啲嘅盤嘅。冇錯啊，即係唔會話要你去買啲比較貴啊。貴嘅係啊。性價比。甚至乎咁樣講啦，性價比唔高嘅。甚至乎係二棟嘅1812呢個價錢428,000咧。在十里銀灘都買到過兩房單位嘅，但係離嗰個海灘比較遠少少咯。即係景觀上咧，你就冇得去話點樣要求㗎啦。自己取捨，取捨係啊，即係自己要取捨嘅。咁但係咧，你話呢個細節咧都有個優點，因為真係整個亞婆閣嚟講啦，係啦。你話真係開放式或者一房嘅單位咧，係稀缺嘅，稀缺係啦係啦。即係你話真係可能一個人住或者兩個人住，又唔想買大嘅話咧，呢種 size 啱啱好嘅。OK， 好，另外兩套都係三棟現樓嚟嘅。第一套是低層4樓05室的單位，成交價388,000 ，OK， 俾一半的錢，剩餘的房款就分5年俾錢，月供大概3,000左右。三千蚊左右，係啦。第二套是3棟的22樓19室，嗱呢套咧都係比上面那套貴了10,000嘅啫，一樣是俾一半的首期之後，剩餘的房款分5年去俾錢，月供大概都是3,000+嘅啫，係啦。東南向嘅。是的，即是21的東南向。是的，如果你不想一直是望住個海，覺得是覺得隻眼攰嘅話咧，其實我反而建議你可以揀翻405呢個單位嚇，唔好睇佢低層啊，因為佢低層得嚟都係直望海嘅。佢唯一一個優點就係話佢可以望埋個園林，係啦，靚嘅舒服嘅。即係低層得嚟咧，其實景觀都唔會差嘅。係啦，佢性價比高嘅，係啦。所以如果話各位觀眾咧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聯絡翻我或者 Tony 嘅，係咪？同埋咧嗱，記住今個星期六日啊，我哋。在哪裡啊？在我們公司啦，皮旺角皮艦店啦。是啦，會有展銷會的，到時如果說想了解一些資料啊，看看價單啊，那就可以上來找我們啦，是不是？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好，那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大灣區這麼大，不知道怎麼選？
咁多楼盘花多眼乱，自住投资边度好啲？有咩陷阱？有咩中伏位？想知多啲，试多啲，可以随时上我哋公司，揾我哋最专业嘅团队倾下噶。我哋喺港九新界、深圳同江门都有分店，可以话总有一间喺左近。仲有记得关注我哋环宇选盘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、Facebook 啦、Website 同埋 WeChat 微信公众号。咁我哋最新嘅市场消息啦、热卖嘅选盘啦，或者啲折扣优惠咧，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啦。仲有千祈唔好错过我哋环宇选盘全港首创嘅360全景上帝之眼，投资前睇真啲，胜算自然高一啲。我哋 GC Global 环宇选盘承诺全程港人服务，一条龙跟进到收楼，总之选择GC包你啱key。